OK, let's go. 名词是生存的普遍象征。理由说明：2023年6月21日，由 CIWA 世界生存教练协会和 ORA 红宝救援组织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联合批准了由 Susana Sanchez de Pedro 女士设计的徽章，用于识别课程首次推广的参与者。航空生存正是在何塞·曼努埃尔·索拉纳·贝尔福先生和恩里克·马丁·库尔沃先生的倡议下，这个标志首次包含了银色十字 （Silver Cross） 作为生存的独特标志。Okay, let's go. 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一个单一的显著标志，该标志将得到普遍和法律的支持。一方面表明和识别每个人都处于幸存者的地位，任何专门从事生存科学的操作员、指导员、专业人员或教育者。下考虑批准并同意该提案，目标主要目标是向任何个人、私人或机构实体提供此徽章，以便在作为幸存者遭受脆弱、救济和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有效地部署和展示此标志，并轻松识别和定位。Okay, let's go. 材料制作标志的材料必须是金属反光的，其反射能力至少与聚酯铂膜型救生毯的反射能力相似。尺寸将由承运人的性质决定，并且在个人步行或车辆运输的情况下，可能会根据运输集装箱的容量而变化。无论是陆地、空中还是海上，捕鲸徽章，生存教练可以通过一个独特的捕鲸来识别，其中可能包含也可能不包含幸存者的图例。标志的最大直径为10厘米。合作，我们坚信这一标志的认可将有助于拯救生命，因此我们促进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行为者的合作。因此从本宣言中开设了一个登记处， okay, 其中登记了他们对所述标志的认可的遵守情况，进而鼓励其传播。 okay, let's go. 人们定期同意在国际层面召开视频会议，以获得机构和组织对这一独特性的采用和认可。理由：通过十字符号，一个简单的符号，从远处即可识别，为所有人所知，在本例中为银色，它传播和推广了标志，使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并得到普遍认可。该符号的任何观察者都有义务进行干预，无论是报告其目击情况还是作为第一响应者。特别是认识到这一标志极其紧迫性，武装部队、提供救援服务的公司和相关机构和组织的志愿救援人员进行了特别干预。Okay, let's go.